我们是来自甘肃的游客，那么今天呢是从那拉提到这边来，一路上感受到这个百里画廊真是地如其名，两边的风景跟画一样美丽。然后在这个地方骑了皮下镇的马，感受了一下草原的生活，还是比较刺激的。这里的牧民也很好客，很坦诚，很诚实的。